蒜蓉开胃大虾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迟到了啊，因为做这个大虾呢比较费时间。时间花哪，功夫花哪，哪好看。这就是咱们家4050的大虾，活动198两盒，再送两包海藻沙拉啊！速度下单，还有20来天就过年了，这快递呢也说不准哪天就停了，不要等到你兜里有钱，我家里有货，它快递停了，咱们就速度啊！太得劲了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对虾每盒呢4斤毛重，然后净重3.6斤左右啊，4050规格。这个规格可以说是，比其他虾的规格比较起来哈，性价比最高的，因为它的个头接近3040，知道吗？就跟3040差不多了，但价格呢比3040便宜多了。